我们到这个楼间的小公园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太阳看来是要冲出云层，给大地以光芒。然后一切都亮了起来。我们看一看这个嫩绿色的绿地，有遛狗的，有遛孩子的，看一看那深红色。走在林荫间，海风吹过来，很是舒服。秋季的红色已经逐渐的在渲染这些树木，这些 building high rise。Hello。这些高层这个公园好像叫 LAM， 当趟本身就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公园也非常少见。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棒槌楼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很倾斜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非常的倾斜，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建筑。玻璃的建筑在阳光的反射下格外好看，然后再衬托以蓝天白云，还有这些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。看看翘首弄姿的女士，奔跑的孩子，咿呀学语的婴儿。摆各种姿势，在枫叶下，快乐就好。爬行的孩子，然后就是绿色通道上努力骑行的人们，好了，告别这里的美丽，继续向前走。